我是公会联合的那一百三年哦，九月八号，哎，铁便当节，台北车站早点来早分，我还在吃。今天要介绍观光列车游台湾了，安平解忧号，明日以及未来快上线的海丰三郎，期待早日出现，但这应该一样吧。反正等习惯之后就没人要那个，对吧、啊？要排，对，也还是赶快期待它早日上线。好了，我慢慢到了那个了，好像舞台上哦，吉祥物，全部都是吉祥物。元旦节，哇！我们看到今天现场的人潮满满，大家都来到了我们的活动会场。那么现在呢，要邀请在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就可以将您的目光转到我们的舞台上方，因为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好可爱的吉祥物在这边开见面会，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见面啦！阿鲁，对的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铁路便当节。在我们的活动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刚刚已经有募集了20组的好朋友，那舞台上可以跟我们的吉祥物一起来拍照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没有在我们这20组的朋友当中，也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们的吉祥物呢会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，跟现场所有热爱铁路便当节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来接触哦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欢迎大家上台来跟我们一起合照吧。那么要提醒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有在我们队伍中的这20组朋友，昨天咱们六月八号，手机交给我。